我们今天是翻安娜明星翻片，哎，番外篇。番外篇。番外篇要叫人唱歌啊。那是什么？哦，那有人去了。哪有？没有，他是里面操作而已。安娜明星今天有剪彩嘉宾温森豪。免头币耶。免头币啊！啊，你要唱哪一首？我将青春给你领导。你刚唱过。我对少年。就对你对到老，天哪，我刚刚也唱了一句耶，已经成熟嘛，已经看透透。我要帮他放那个。有啥人比你较重要？我是要给他音乐。阮的一生分乎恁兜，才知幸福是吵吵闹闹。等待返去的时阵若到。我会努力成长，因为我会不甘放你为我目屎流。耶、yeah! ！好好好，就是你是剪彩嘉宾，就是今天这个机器算是由你为我们。不会不会，就是他们就也才刚开始在弄而已啊，所以这是员工小小的那个。那很好啊，还不错吧？对不对？这是安安大明星小彩，这才是真的彩蛋。哦哟，好险，不是真的彩蛋。没有没有没有彩，很久没听到唱歌哈。好了，只有这里才有，好吧？拜拜，谢谢。